男生还有你要诉苦的呀。他吧，他就是上来脾气，真是脾气太大。有一次他去济南找我，我去济南实习嘛，当时确实是因为我迟到了，晚到了半个小时。我当时跟他说，我说济南路况有点差，然后当时又是因为赶上下班点比较堵嘛。那天正好是赶上下大雨，我是六点到的车站，他六点半的时候他才到。其实我也没有怪他，因为很正常嘛。然后我在那个售票厅的外边那块等着他。他就打电话跟我说，哎，你上那个哪儿进站口那块去找我吧，我就在那儿呢。我一听我很纳闷，因为我第一次去嘛，那个而且车站人流量又特别大，我不知道哪儿进站口。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就在那个后边售票厅那儿呢，要不你过来吧。而且当时开着那个位置共享的嘛，你直接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？他非要站在那儿，然后让我去找他。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晚了会儿嘛，晚了会儿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咱俩就已经晚见这么长时间，我平时是比较珍惜时间的，我就说他找我没有两三天，我就希望把所有时间就我俩能在一块儿尽快的汇合嘛。这么大济南站有站前广场嘛，我站站前广场正中间对着上边那大字儿。那我能飞起来是吗？我能看正中间是那个，当时人那么多。对，你也不用飞起来，当时是下雨嘛，人人都举着雨伞，还这么多人都乱跑什么的啊。当时挺乱的，然后我说当时你就来这站前广场，一眼就能看到我了。不，你是把自己想得太伟岸了。怎么就你站人那儿里了？就是你觉得我正对着他，但是这个方圆已经就不知道多大，你就接人家一下有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当时我还拿着行李，我还打着伞。后来谁生气了？后来你知道是因为咋着，他才接着我吗？他就在那站着就不动，说你快过来吧，快过来吧，怎么怎么着的。然后我就往前走了走嘛，因为我不太认识，我就往前面走了走。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就好多人，然后我瞅见他好像在那转圈圈呢，在那。我一瞅见他，他也看见我了，他才过来。你不是这事儿没事了吗？但是他是生气了，因为他生气一升上来很难哄，很难哄。哦委屈啊。对，我说到走咱回去吧。回去然后在道上的时候他跟我生了一气的道。当时下雨嘛，我从后边举雨伞，他不举着雨伞，他往前跑，让别人看到。你是说男生举雨伞从后边追一个不打雨伞的女生，咋了呢？就当时那种感觉很尴尬，然后他觉得自己非常丢人。哦，不是挺浪漫的吗？然后到前面有一个炸鸡店，他说想吃炸鸡，我说我走带你买去吗？他就在那跟我嘿嘿嘿嘿嘿，我也不知道他嘿嘿骂呢。他我是不想很严肃的去哄一个女生呀、啊，我就希望你直接给他弄两块炸鸡吃不就得了吗？当时炸鸡是在等着人家做呢。啊，你看着他别说话，这种情况嘿嘿什么呀？当时我就想哄他开心嘛。这次找我又是很不愉快，半天都没有缓过来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在乎我的感受？这次你来干嘛呀？我觉得他是脾气特别难哄。然后呢，我是继续处下去还是不处啊？他要来吗？对，他是要来，你也可以不来啊。他要来我就尊重他嘛，我跟他一块儿来把这件事说清楚，看他是什么个态度。就是说他要说咱继续咱可以继续，就这脾气也能继续，他要说不继续咱也接受不继续，是这意思吗？他要是真是跟我没什么可继续走下去了，我也会尊重他。啊，你也会尊重他，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来嘛？别认为说要来的那一方就怎么着怎么着，陪来的那一方态度其实更重要。说白了就是，你看着办，对吧？也不是。那你回答我，他要还是这样不改，你还跟他处下去吗？那如果我也是这样，你会一直跟我？你别问他，我问你的态度。我会。就是这样，你也认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那只是一个小抱怨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你会对他不离不弃，只要他不说你走开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男生给了个态度，这是你来想要的吗？但是就是如果说又敷衍，然后也不是很理解我的内心的话，我觉得这种感情不要也罢。啊，就如果他不能改的话，那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。这个女生在爱情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一个态度，非常清晰的，就是这段感情如果不是我想要的，或者我发现在这个感情当中我被不在意了，我宁可不要她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更独立一些。男生一次两次还好，嗯，如果就是因为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嘛，
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，那谁都会受不了，不光是我，别的女生也会受不了这样。你不要替别的女生考虑了，就考虑自己吧。其实这个生活挺有意思的，我有时候琢磨，这么大谈恋爱是不是都谈的这德行？是在座哪位谈的比他们更高级？没有吧？所以就是真的像博宏兄啊，像曲总，包括我们在说一些问题的时候，真的你能做到那么从容淡定，刚才说的成熟的时候，就是你经历了很多，可是你们现在就没有经历，就是一张白纸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简纯的这个为爱做减法特别好，现在的小朋友对爱的加法太多了，自然一些，男生和女生是有纯粹的友谊的，这个我认为是绝对有纯粹的友谊。为什么女生会很在意？就是搁我也会在意。我们俩谈了两年多恋爱了，有一个女生跟你这么好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共同的朋友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对。但是居然我不知道，我的点是在这儿。对。我说这意思什么？就是所有的事情咱们顺着她走，别掰着她，就生活不较劲的。你知道她累了，她胃不舒服，你让她休息嘛，这不就顺其自然了吗？我们老是要掰着自己的。所以我在你们的身上，我看到了现在很多那个年轻小朋友谈恋爱的有意思的点，你掰得了他吗？掰不过他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也改造不了他，他也改造不了你。对。那如果想在一起，就是那个字儿，接受。对于你们俩来说，最核心的就是接受，还要吗？你们自己考虑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虽然咱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可能有你的原因，也有我的原因。有些事是我做的很不对，很不好，导致你跟我这么爱生气。但是毕竟咱俩在一起时间很长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金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这个结局想到了吗？没有想到，我很希望他能出来。那你还有啥话跟他说？虽然你没有继续出来，可能你心里边已经放下了。既然你选择走了，那我就尊重你的选择。好，谢谢啊，秋辉。